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村庄的人们道德已经变得很坏了，上天就将毁了这个村庄。那时的神佛还想挽救村中有善心的人，想再给人一次机会，于是他下到人间，化成一个乞讨者，来到村里挨家挨户的乞讨。可是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一口饭吃。他走到村口，发现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，就走上前去讨饭。老太太为难的说。 我就这一碗饭了，给你半碗吧，留下这半碗要给佛上供的。神佛临行时，指着村口的一对石狮子对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看见这对狮子的惊鸿了？就是要发大水了，你就赶快往山上跑，切记。”老太太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的人们，结果全村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他，还讥笑他，讽刺他说：“这石头做的狮子眼睛怎么会变红呢？”一天。 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想拿老太太开玩笑，便用红染料把石狮子的眼睛染红了。当老太太看到石狮子的眼睛红了，便焦急的向村里的人们大喊：“快跑啊，要发大水了！”村里的人看到老太太真的上了当，都笑弯了腰。老太太还是不停的喊，可没人当真，也没有一个人听她的。老太太见大家都不理她，只好一个人往山上跑。 结果发大水了，老太太边跑边回头，只见大水迅速的上涨起来，霎时间整个村庄淹没在一片汪洋里，再也听不到人们的狂笑。故事很耐人寻味，神佛告诉老太太，石狮的眼睛变红的时候，就是大洪水来的时候。可是那几个游手好闲的泼皮无赖，只是用恶作剧来耍笑老太太，为了让他出丑，把石狮的眼睛涂成红色。也许在我们外人看来，这不能算是神给我们的警示。 因为那是那些流氓无赖涂的红色，不是石狮自己变成的，也不是神用神通让石狮的眼睛变红的。可是事实正是这个涂红的石狮眼睛，恰恰是神的警示。从这里看，流氓无赖的恶作剧其实也在神的安排中。神早就知道会有人跳出来这么做，所以所有这一切都也在神的安排中。善的恶的都没有跑出神的安排。 恶人的行为不过是被神利用来进行神的意志的一个环节罢了。另一方面，神为什么不用实施自己眼睛变红这样神奇的现象来做警示，而选择用尘世中人的行为来达到这个作用呢？如果实施的眼睛自己会变红，那这种神奇的现象不是会让更多的人惊醒，从而避免了厄运吗？可是这些只是人的想法，神肯定不是这样想的，否则就不会用人的行为来作为警示了。 我想，神做事的基点和人是不一样的。人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可是神只想让善良的人得救。所以，如果让石狮的眼睛自己变红，那这样神奇的现象，所有的人不论善恶都会相信了。这不是神想要的，所以神就用很平常的现象来作为他给人的警示。善良的人会相信老太太的话，这一切也都在神的安排中。我们不妨做一个推理。 如果那些流氓无赖晚一天去涂红石狮的眼睛，是不是洪水就能晚一天到来？他们是不是就会多活一天？如果那些人永远不去涂红石狮的眼睛，是不是洪水就永远不会到来？要想让他们永远不去涂红石狮的眼睛，除非他们从内心深处真的变好，真的变成善良的，才不会去动恶念，也不会去触动引发洪水的机关。如果人心不能从根本上转变， 即使不去涂红石狮的眼睛，也许引发洪水的机关还会有别的方法去触动的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人心是内因，而石狮的眼睛变红是外因，只有人心的转变才能彻底避免洪水的厄运。我们继续推理，当时人们都不再相信神佛，所以人们一定嘲笑老太太是在搞迷信、封建迷信。也许当时没有这个词，但是这种嘲笑一定是有的。 也许村长还会说老太太在搞政治，他说村里人的人心都变坏了，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村子。他这么说，不就是说只有他最好吗？比我这个村长还好，他不就是为了要当村长吗？我们都不好，只有他好，他这是在搞政治，在夺权。我想我这种推测应该是站得住脚的。故事中的老太太按照神的意志行事。 因为神不可能亲自以神的形象来到人间告诉人类危险的，而在人间做事的只是人。对比现实和红眼石狮的故事，我们应该很清楚了。就像红眼的石狮一样，天象会出现很多的警示，都是灾难来临前的预兆。作为危险边缘上善良的人们，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了。神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，神告诉了人，神会看护着所有善良的人。 人却在岁月中渐渐的淡忘了这一切。当人都变得自私自利而无恶不作时，神也就不再管人了。就像人一样，谁也不会去保留那腐烂发臭的东西。但是生命是可贵的，所以神也一再的给人机会。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着，人所不相信的一切，也许就可能发生在人的面前。